道啊？凶巴巴的干嘛呀？都到能当总裁的年纪，他才当总监。总监，对不起，我失言了。没关系，你失业了。不是，走人。你听我说，走人。我走。行。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。我跟你妈说的。湖上有传闻说你花钱比较少，但是请朋友吃饭。对，我请朋友吃饭很大方，所以我让你随便点。遇到什么大事之前就先哭一顿，我又不敢弄化妆，所以就这样哭。三二一。拍戏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是什么？不要吵死吧，我又没有给你打钱。老婆，你干什么？你看他第一个女朋友又怎么样了？我没本事，我没本事。这节目太难录了。这么快油够了吗？完全到了吧。哇，那一点汤也没关系吧？不会炖不熟吧？饭是什么时候放的？是不是才放辣椒了？你们今年过年可能不能回家了，我们一起过年好吗？祝大家金榜题名，金榜题名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正月初八开工了，2月13日快来年外有饭，找我领取你的开工利是吧。这是大年三十了，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春讨喜，诸事大吉。今天可是猪年哦，很开心能够成为完美日记新春大使，给猪猪女孩们准备了新春年货礼盒。新年要提气开运，少不了务必要红的小红钻唇膏，打造新春讨喜眼妆的九色眼影白陶牌，还有从早到晚串门拜年仍然保持微光奶油肌的磨皮小金盖粉底液。想要我的新春讨喜秘籍，就来完美日记唯品会新春巨献周，爆款买一送一，快来了解一下吧。Hello， 月饼们，大家好！春节到了，祝大家诸事顺利，猪年大吉，每天笑得像个200斤的猪仔，钱包像猪猪一样越养越大。